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又加个比方，否则譬如太虚空，虚空里头包含着一些世界，虚空没有坏，也没有成，也没有弱，但是在虚空当中的世界，虚空当的世界有成住坏空，虚空本身没得分别，在一切世界有了分别了，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性清净的，没有厌恶，没有杂乱，也无奈，也无厌，清净的本性是长吗？是短吗？这些都不存在。敬畏来解，持一是刹，虚空当中的一切刹永远如是。拿这做比方，菩萨利益众生，就像虚空一样的。菩萨的广大心，也大愿的风轮，摄受着众生。令一切众生离开那道，生住善趣，悉能安住一切自地，让一切众生都安住于成佛，灭烦恼，生死苦法，而无忧喜疲厌之心。没有忧愁，没有疲厌。什么没有疲厌呢？诸佛度众生，没有忧苦，不随着众生忧喜而忧喜。度众生没有疲劳想。有太空对于世界的种种运动，太空简直不执着的呢。太空啊，太虚就是比喻啊。善男子如幻化人，肢体随聚而无入息，也没有出息，没有入息当然没出了，无出无入。现在机器人能做运动，现在发明的能上战场，能打仗，能开飞机，什么都会，没有出入息，就是不能耐心脏。说寒热饥渴忧喜生死十种之事，菩萨亦复如是。菩萨也是这样的，这个跟那个，那是比喻了，说幻化的平等法身。是法身平等，现众生相不平等了，现众生相是不平等了。宇宙有曲，有情世界啊，住无量劫，教化众生，不是在众生教化一些众生时候，经过无量的长劫，也经过生死，也有这些境界相，但是它里头没有一个心乐，没有一个厌烦，没有一个疲劳，常在寂静光中，没有耐，没有嗔恚，没有苦，没有乐，无取无舍，无难无怖，
你说什么呢？难住于寂静当中。画现的不是真实的，菩萨把人生看成了不是真实的，真性是智慧的，菩萨的智慧甚深难测。那我现在呢，成佛的威神之力来给你解说，给你解说，也令未来世的诸菩萨满足大愿，成就助力。说因缘了，说也说的过去发菩提心的好久啊，怎么样行菩萨道的呀？一下就跟他解释，佛子乃往古寺过四界海为持数十劫。那时候有个劫，那个劫就是那个时分，那个时分叫散光散影，散光时间，时间是散光的时间，物质的世界呢叫宝光世界。在那个时候就是劫中啊，与那个时候那个劫中有一万佛呀，一佛一佛相继出世，人现界前佛，过去行住劫前佛，这一劫一劫的相续的，有十一万佛出世。最初那尊佛啊，一万佛，最初那尊佛德号呢法轮音虚空灯王，据说十号如来迎正能觉，十号是圆满的啊，也是这个阎浮提啊。在这个阎浮提有一个果，有个王都，王都叫宝庄严，宝庄严，王都的名字叫宝庄严。在这个王都不远东面有一个大树林子，大林，这树林子叫妙光。在这个林中啊有个道场，道场叫宝华。从道场的当中有普光明摩尼莲花杖施指是说啊，这个叙述啊很奇特，先说坐后说佛，先说物质后说人。狮子座上一定有佛，那时候佛比佛如来，因此座上成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了佛了。满一百年成了佛之后没动，成了一百年之后才做道场，才升座。文殊菩萨助天四人，给天龙八部吧，以人间了。那么阎浮提的人类过去啊，种的善根成熟了，给天人说法。这个时候这个果王呢叫圣光，这个世界的人民呢人人都活一万岁，寿命达到一万岁，不是清净的。这个果度啊杀道阴寺妄言其语两舌讷口贪嗔邪见不孝父母不敬沙门婆罗门等，讷人。国王为调伏彼国，
少林灵武就是监狱吧，关起来，枷锁戒闭，无量众生与众受苦。说这国都多行无恶呀，多行恶道，被法律制裁，要保护善人，支持恶人。圣光国王呢，有个儿子，有个太子，太子的名字叫善福，善与降服的意思。端正殊特，人说喜见，过去的善根呢，福德大，去叫二十八大人之相，相好圆满啊。他作为宫殿中，在皇宫里的宫殿中，遥闻狱卒处毒，监狱里那个囚犯呢，被那个官法制裁的时候，叫喊那个声音，他听到了，他心里头很伤感，很热，很慈悯呢，就从他宫殿走出来，到牢狱当中去，看看这些罪人啊，扭枷带锁呀，捆绑吊打呀，执笔忧难处，会拿火烧，或者拿烟熏，或者棒抬，抬打的意思啊，回操兵戈自己身体，裸行法烂，也没有衣服穿呢、裸体，头发呢散乱呢，饥渴雷瘦，筋断骨线，筋给砍断了，骨头肉给刮下了，号叫苦惧，探子见这刑法呀，心生悲悯，以无畏生难畏之言呢，如那个慈善的，让他们不要害怕，汝等莫忧恼，不要愁怖，我想办法救你们啊！我当西德协同，我当令汝西德协同。太子就到国王那儿去说了，向国王表白啊，说狱中这些罪人呐，苦度太过分了，难处，说你宽大他们，把他放了，施以无畏，就宽恕他们。国王说：“你说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做得到的。”王家召集500大臣，把那国内的他的底下大臣呢找了500，而问他们说：“现在太子说，他临门这些人，把这人都放了，此事云何呀？应该怎么样做呀？”那500大臣说：“比如罪人者，失去官物。”偷到公家的东西，摸到王位，要想把那国王位给你穿掉，到宫里来偷盗，他们的罪呀、都该死，应当刑戮。谁要想怜悯他，耐救他，以死，连坐罪啊！这太子一天。心中呢更加悲切了，是比太子悲心钻切。太子跟这些大臣说：“好了，就你们所说的吧，你们那些人放了，把我治罪，把他们的罪啊加注我身上，把他放了，我来受一切苦事，悉皆能受，任何苦处。”都加在我身上，粉身破面无所顾忌，那就是要了我的命啊，
我也没有保护喜难，但是呢，把这纵起这些罪人呢，把那苦难给他免了。何以故？我要不救此诸众生者，云侯难解三界牢狱诸苦众生呢？说我又不能够救他们，在欲界、无色界、三界的乃至三途的，我还怎么去救度啊？一切众生在三界中贪爱所法，没贪爱情感所束缚了，没有智慧，欲此所避呀、啊，贫无功德，贫乏，没做过好事儿，就没有功德呀，所以要堕在那去，堕在那去的，他的身形、皮肉、柱根、两耳鼻舌六根呢，这是放逸的，他们不求处理，心是迷惑的，是智慧光。没有智慧光，乐着三忧，三忧学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叫三忧，断住福德，净做坏事，没有好事，没有功德，做坏事的哪还有智慧啊？智慧福德做好事才有啊，因此啊，他们种种的烦恼作乱其心，才住着苦牢狱当中，如魔眷网，生老病死，又被恼害，如被这住苦啊，说敌排他们。现在呢，我当令他们解脱，舍我的生命来救护他们。接着大臣共与王所吸举其手，高声谗言，对国王说，大王当知啊，如太子意，照他的意思把这些罪人都放了，毁坏王法，那好人就没办法活着了，祸及万人。国王你看着怎么办吧，要我耐念，因为太子的关系不宰罚，王之宝座已不久立，说你这个国王啊又做不成了。左王一听这大臣的话，赫然大怒，把太子给我捉了，捉了就斩了。记住，罪人把太子连的罪人一起都消灭掉，就斩掉了。那太子的妈妈听到了，王后闻之，忧愁好哭，回心降佛，一见才女，慈禧王所又走得很快，到国王的面前，举身投地，顶礼王中，具若四言呢。我愿大王赦太子命，不要斩太子。王继回顾与太子言，国王就问他儿子说，你呀，不要救罪人，假设你要救罪人，我一定杀你。尔时太子欲专求些字，想求成佛，我也立于祖宗山，以大愿普救社共，以大愿心就想普救众生，其心坚固，无有退却，没有恐怖，坚决要众生。腐败王言，他又向国王说，说愿恕彼罪，国王请你把他们罪啊都赦免了，
身当受禄。禄，你把我杀掉好了，我替他们受罪。国王也烦恼了，好啊，随你的意，那就把他放了，把你杀了。决定了，那都是定刑了。这个国王的妈妈也得跟人听着，国王妈妈也没办法了，你儿子自己愿意死啊，愿意救众生，代替众生受过。王后向大王说，愿听太子半月行思，让他先在国内做着布施，做着供养，然后你再杀他半个月，随他修修福德吧，然后再治罪。国王考虑一下子，哎，这个道理还是听了，听了王后的奏，在这个城都城城北面有个大园子，大林园嘛，园子叫日光，是古来国王施舍场，布施给众生的场所。太子就王比大舍会，在那是个大布施法会，凡是饮食啊、衣服啊、黄幔璎珞呀、涂香墨香、闯翻宝盖、庄严具，随他求什么，就施舍给他什么。经过半月圆满了，最后日，这国王要行斩太子了，半个月时限已经到了。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城邑人民乃至外道，都来集会来了。正在这个时间，当时的法轮音虚空灯王如来，植入众生调伏十字，度众生的因缘成熟了，可以度他们了。与大众聚，这个大众聚啊，就是他的弟子们啊，乃至于诸天维护，天王为友，龙王供养，夜叉王守护，钱大婆王赞叹，阿修罗王去宫顶礼，迦罗罗王以清净心散住宝花，紧陀罗王欢喜劝请，摩诃罗王一心瞻仰，来入彼会。而是太子协助大众遥见佛来，端严殊特，诸根既定，如调岁相，心无垢浊，如清净慈，说佛的那个形象啊，佛的形象，现大神通，是如来现的大神通啊，是大自在，显大威德，种种相好庄严极甚，佛神呐、啊，放大光明普照世界，一切毛孔出香艳云，从佛身上充了无量的香的，香的艳一样的，像云一样，震动十方无量佛刹。随手日出，普有一些诸庄严具，以佛的威仪，以佛的功德，众生见着心境欢喜，烦恼消灭。能见着佛的这些众生，如来降临了，一些众生都得到幸福了。而是太子接触大众，五体投地，顶礼其主，顶礼佛，南寺床座，合掌白言，善来世尊呐、啊，善来善喜，善喜也佛说之一啊。
我愿乃命舍寿于我党，出于此作，以佛神力，敬于天，化现一个座宝座，叫香摩尼莲华座。佛就坐这个佛莲华座，诸菩萨座，一切就坐，周掌为营。在这个会中的一些众生，因为见到佛了，苦灭障除，一切苦都消灭掉了，也障碍都没有了，堪受圣法。佛以前来的时候，就因为时机已到，这些众生都能得到，所以佛才来，才能够接受正法。尔时如来知其可化呀，佛见着这一众生啊，都可以化度，因缘成熟了。也圆满人说修德罗，这就是七经啊。修德罗之中一部名叫普照音轮，说共生的过去的所有的一切的讷因讷果，今天才造成了的，给他说法了，说普照音轮，说过去的因果，这众生都得度了。在这个会中有80亿诺维陀远人成垢，得了清净法眼，就入道了。清净法眼就明白法的意思啊。无量诺维陀众生得无学地，成了阿拉汉果，阿拉汉成无学道啊，无学地。10000众生住大乘道，10000个众生啊，住在大乘发菩提心，入普贤行，成满大愿。当尔之时，十方各百佛刹为之数众生，以大乘宗心的调伏，行不行六度万行，行菩萨法，发菩提心。无量世界一切众生免离乐趣，生于天上，成道的正果的，修菩萨行的，升天的，远离乐趣的，佛每逢说法都有这些个利益。这时候的善福太子啊，这时候见了佛了，国王就整个国家都变化了，不用去服刑了。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种法门，叫教化众生，令舍善根，解脱门。太子得法了，就是这个夜神，这夜神所有的教化众生，令舍善根，解脱门。善男子他对这个善财说，那时候太子真是太子，起义人户不是别人，就是我。你问我发菩提心那好久了，我从那个时候发起了大悲心，舍生命财，把生命都不要了，要救护众生。开门大师，行大布施，供养与佛，因此我才得到这个解脱门。佛子当知，我于尔时单为利益众生，不着三界。那时候我心里头是什么思想呢？就是利益众生，那世间任何都不执着，解脱就执着。我有不求果报，不贪名称，不欲自占，情活于他，实乐也全没有。一入境界，好也好。